老公送了一个屋给我，因为我们很喜欢海，那个屋是在海上面的，就是一厅可以入到海的，在新加坡出去，是 between 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，他是印度尼西亚，但是他是新加坡出去坐船10分钟，这个是我的 dream house， 这个是我最憎恨的礼物。